年轻时吃麻麻香，怎么退休后就没了胃口？满满一桌子菜，倒了太可惜，勉强吃进去又一直不消化，老年消化问题怎么解决？衣食住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而其中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一项行为。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然而现代人由于饮食不当等众多原因，消化功能问题以致烦恼到我们。内经讲年四十阴气自半，也就是说人在四十以后，机体的功能和体质都在逐步的衰退，所以说老年人的消化功能问题相对于其他年龄阶段的消化功能问题更加常见和频发。老年消化功能减弱的患者一般会有上腹部胀满，没有食欲，吃饭后饱胀、嗳气、烧心、烦酸等症状。除此之外，由于营养吸收障碍，还会有面色萎黄、舌苔白厚或者是黄腻的表现。中医认为表邪内陷入里，饮食不节，汗湿阻滞、情志失调或脾胃虚弱等原因，会导致脾胃损伤、升降失司、胃气壅塞。通俗的讲，由于老年人年龄大以后脾胃功能减弱，加上外部原因如感冒后及愈后恢复期，年轻人脾胃好得快，但老年人用感冒药后胃肠受到刺激，功能一损伤，多易出现腹胀、不想吃饭。再如老年人由于情绪问题生闷气了，出现肝郁气滞，老百姓说堵住了，影响脾胃功能减弱，出现腹胀、嗳气、食欲不振等症状。老年消化功能减弱的病因不同，调理方法自然也有所差异。中医讲究分型辨证治疗，根据老年人个体差异的不同，主要分为以下几类。节假日孩子们许久不见，一家人团聚一起吃饭了，很多老人高兴之余往往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导致节后腹胀、食欲不振，出现口臭、泛酸、烧心等症状，我们称之为老年消化功能减弱中的饮食内挺症。治疗时以消食导滞、行气消脾为主，常见的中医组方有保和丸。保和丸药物组成山楂、神曲、莱菔子、半夏、陈皮、茯苓、连翘。中医认为肝气最易犯胃，老年人退休后清闲下来，心情时有失落感，如果有和孩子、老伴生闷气等情绪问题，会出现肝郁气滞，即老百姓说的堵住的情况，这就会导致脾胃功能虚弱，胃湿合降，造成消化功能减弱的问题。肝郁气滞症型的患者在调理时以疏肝解郁、理气消脾为主，可以用月姬丸和蜘蛛丸。月姬丸和蜘蛛丸组成香附、川芎、藏珠、神曲、栀子、栀石、白术、荷叶。因为年龄问题，老人脾胃功能减弱，再加上会受其他慢性疾病的困扰，长时间需要吃药刺激了胃肠，导致了肠胃受损，出现
腹部胀满、嗳气乏力、言语无力等症状。针对脾胃虚弱的患者，在调理时以健脾益气、升清降浊为主，可以服用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药物组成：人参、黄芪、白术、甘草、生麻、柴胡、当归、陈皮。因为日常饮食不规律，喜欢吃辛辣、味重的食物，造成胃热不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胃火大，主要会有口干舌燥、大便秘结、舌头发红、舌苔少等表现。在调理时要以养阴益胃、调中消脾为主，可以服用益胃汤。益胃汤药物组成：生地、麦冬、玄参、玉竹、冰糖、香橼。除了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中药组方进行调理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还可以制作饮用芡实山药粥。芡实山药粥：芡实30克、山药50克、粳米200克。将三者同放入锅中，加水煮开后改用小火熬至粘稠即可。山药味甘温，能补脾胃亏损、治气虚衰弱、消化不良等。芡实则有水中人参的美誉，有健脾养胃、益肾固精的作用，是夏日里的食疗佳品。另外，患者在日常饮食中应做到荤素搭配，食物要丰富多样、营养平衡，可以按照4-3-3的原则合理饮食，即主食40%、蔬菜水果30%、肉蛋奶30%。而且吃饭的时候应细嚼慢咽，少量多餐。俗话说人老先老脚，在我们的脚底有20多个穴位，平日里经常刺激这些穴位有助于养生保健，对身体有益。因此每隔2小时最少就要起来活动一次，保持经络通畅。坚持每天行走1小时，还可以每晚睡前用热水39度到42度给予足浴，联合足部按摩泡足30分钟，用拇指指尖按摩足底中下部，可以促进脾胃的运化。老年人吃饭不要过饱，每餐只需要7分饱左右就可以了。俗话说爽口勿多必作疾，人口甚食可免灾。意思是说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会变得虚弱，消化功能也会减弱，如果吃得过多，胃就会变得饱满，很容易积食，积久了就会转化为热，这样必然会耗精伤阳。建议中老年人一定要掌握好吃饭时间，稍微有些饥饿时就应该进餐，每顿饭最好选择固定的时间吃。另外吃饭的时间不宜过快，要细嚼慢咽，进食速度过快很容易引发疾病。身体健康者常年轻，学会知足常乐，顺其自然，心平气和了，就不会生病了。